肝病知识百科：肝癌如何治疗？肝癌只要发现得早，是可以治疗的，而且效果不错。目前肝癌的治疗方法已相当进步，常见的治疗有手术切除、无线电频烧灼术、血管栓塞、局部酒精注射、局部醋酸注射、微波凝固、冷冻疗法、标靶治疗、放射线治疗、免疫疗法以及支持性治疗等。其中以前三种疗最为普遍，这么多肝癌治疗，哪一种才是最好的选择，则是因人而异，需要参考肝癌的大小、生长位置、肿瘤数目、是否有肝硬化等状况决定。换句话说，要做哪一种治疗，需要您的肝胆专科医师做完整的评估。